今天我们在课上讲到了帝国，有同学提到了大日本帝国，还在嘻嘻哈哈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你们知不知道你口里面说的大日本帝国是建立在摧残、侵略、屠杀了3500万中国同胞的基础上？这里面就有可能就有你们的前辈、你们的先辈。想一想，如果你们的家人、你们的父母被人屠杀、被人欺辱、被人虐待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杀父仇人、血海深仇。对于这样的仇恨，我们怎么能忘？怎么敢忘？我们班叫什么名字？国栋班，国栋班。我希望你们成为国家栋梁，成栋梁之才，担国之重任。我绝不允许我们班出现崇洋媚外的人。如果我发现在我们班上有这样的人存在，我立马给校长打报告。这个学生我教不了，我也不愿意教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，就不配当中国人，就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